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明法品啊，现在讲到第十四页，第十四页最后一行，佛指菩萨摩诃萨以发一切智心，印离痴暗，精勤守夫，无令放逸。上次讲这一段了，只说了一部分，道理没有说完。这是明法品一品经文的三问当中啊，就是第一请说分，第二正说分，第三解说分。现在这里讲的是第二正说分，有精进会菩萨的请问，法会菩萨的解答，就是正说。这个正说分里面呢，第一是赞许，第二是正说，也就是正答。那么正答复的全文有长文有重诵。长文按照前面所问的话分两段，第一大所成形体，大夫前面所问的所成就的修行的这个实体，就是修法。第二大形成德用，一前法修成之后所成就的功德妙用。这里讲的是第一大所成形体有两端，第一总标不放逸，第二别搭前十温。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就是总标不放逸。我们看下面说这个不放逸的经文啊，好像不是对十住修满的菩萨讲，很像是对我们初发心的初学凡夫菩萨讲的。因为十住菩萨纵然以别教来讲，到了十住满了，将进入实行，应当这些浅显的功夫啊老早就做到了。为什么这里还说那么浅的道理呢？很可能啊，因为这个佛法文字流传在世间，看的差不多都是我们普通一般初学的凡夫啊。那么普通一般初学的凡夫啊，这个话说出来必定要让我们凡夫能够做的，这样子初学的人才能得到利益。而十住菩萨他是不是需要这样子做呢？当然也需要，但是他做的是比我们呢更细更深更彻底啊。我们初学凡夫对这些不放逸的这个修法都是要时时刻刻用心去关照自心啊，才不至于有这个放逸的情况发生了。所以下面的经文虽然说是十住菩萨满了之后啊要做实行的圣境的功夫，现在我们的讲说呀都是顺着经文越浅越粗这方面来说明，让我们初学的凡夫能够修学。那么深一层的那是十住菩萨所能做的，不是我们所能了解，就是说的人也是一样是凡夫，也没有办法说到十住满心的菩萨他的功夫所在，只能顺着文字啊来做解释。这里说总标不放逸，总以标示说
要成就后边圣经的功行啊，第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做到不放逸。所以法会菩萨对精进会菩萨说：“佛子啊，这是菩萨与菩萨之间彼此的尊称呐、啊。啊，菩萨摩诃萨修菩萨道，发大心，要做大菩萨。啊，以发一切智心，一切智，佛的智慧。那么已经发无上菩提心，就是已经发一切智心，就是要求成佛果的一切智。”已经发了求成佛的心，就是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应力施案，要精勤守护，无令放逸、应当要远离愚痴黑暗、远离愚痴啊，就是因为我们初学的凡夫啊，愚昧没有智慧，所以叫做愚痴。而愚痴是根本烦恼之一，也是贪嗔生起的总根本啊。那么就是无明。那么无论你怎么修行，总是要破除烦恼啊，断无明，这是根本目标。所以应当要学习，尽量要做到啊，愚痴、无明、黑暗，这些都要把它远离掉。那么就是要求由大智慧照耀诸法，了了分明啊。这是第一，就是求智慧。所以菩提道啊，第一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就要有大悲心。所以大悲经里面说，菩提心则从大悲起啊。菩提心从哪里来啊？由大悲心来。因为看到自他的三界六道轮回之苦，所以啊，要希望大家离苦得乐，所以发大悲心，由大悲心而生起菩提心。那么大悲心如果没有般若智慧来扶助它呀，会发生毛病啊。所谓啊，慈悲生祸害啊，方便出下流。没有智慧的慈悲会发生祸害，就是说烂慈悲呀、那么必定要有智慧关照，懂得这个智慧应当怎么做，才不会发生错误。所以菩提道上行菩萨道啊，大悲心、菩提心、般若慧，这三样啊，好像香炉的三个角，缺一不可的。所以已经发了一切智心，就是包含发菩提心，当然前面有大悲心。那么应当要远离痴暗，就是要有般若妙慧。没有智慧呀、好像一个人没有眼睛好看一样，等于瞎子。所以般若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应当要远离愚痴黑暗啊、那么求开这个般若智慧。精勤守护，精就是精进啊，勤啊，有的时候就一个勤字代表整个精进啊、勤劳啊。那么要努力，精勤就是要努力去做守护的工作。守护什么？《阿含经》里面经常讲到，比丘要守护根门六根，守护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呢、不要让它放荡总意，不要让他贪着外面的六尘境界色身相未触发，这就所谓精勤守护，那么就是说时时关照自心，时时注意到六根对着六尘的沉静的时候，
是不是跟着沉浸在哪里流转流溢奔腾呢那就是要发生这个造业轮回生死的这个苦痛，所以要时时很努力心情去守护根门守护根门做什么呢？无令放逸，不要使令六根对六尘追逐尘经而至于放荡总逸。所以慧远法师的书里面他说不放逸是修行的根本的本体这就是修行的实体。如果没有时时刻刻注意到这个不放逸的这个观念，很容易发生这个造业流转，自己还不知道。所以一开头就先总标不放逸标出这个不放逸的功行之后，然后再分别说明要怎么样子做到不放逸。所以别答前十问，分别答复前面他所问的这个修行的实体，怎么样子修法，就是说注意到不放逸，然后按照下面分别说明十种的这个方法，就可以达成所问的要圣境的目标由此可以成就。下文就是分别答复十种的这个不放逸这个修行的方法。经文说，佛子，菩萨摩诃萨住十种法，名不放逸。前面说精勤守护，无令放逸，怎么样子才能做到不放逸呀？法会菩萨说，行菩萨道的人，应当把心安住在下面十种修法当中，就能保持住，使六根不致放荡总逸，就能达成这个不放逸的目标。何者为实？那么十种法如法安住在这个地方，就能成为不放逸。那是哪十种呢？接下去就一样一样把它标出来。一则复持众戒，二则远离愚痴净菩提心，三则心要直直离诸惭狂，四则勤修善根无由退转，五则恒善思维自所发心，六则不要亲近在家出家一切凡夫，七则修诸善业而不愿求世间果报，八则永离二圣行菩萨道，九则要修众善令不断绝，十则恒善观察自相续力。佛子，若诸菩萨行此十法，实则名为住不放逸。这就说明有十种修法，按照这十种法去好好修持就能做到不放逸的功夫能不放逸是十一种善心所之一，由这不放逸带动其他的十种心所，通通都会努力进修放逸就是随烦恼的大随烦恼，就是使你增长这个罪业，所以要注意使它不放逸这些看着这十种经文所说的道理都是我们初学凡夫应当学习的这不只是十住满心的菩萨才要做的那么我们初学凡夫应当都要从这些地方来学习。
这十种法，修这十法能使我们成就不放逸。那么一则扶持众戒，第一个条件呢讲究持戒啊。佛法三藏十二部教典虽然很多啊，它所有内涵的道理不出戒定慧所谓三无漏学，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啊。佛一教经说一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即灭苦智慧，定慧皆由戒生。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好好的扶持住自己所受的戒法，如法持戒，不至于有所违犯，就能做到不放逸。众戒，众说明这个戒的种类很多很多了，因为佛有七众弟子，在家弟子最起码受过三皈，皈依佛法三三宝，受过三皈就是佛弟子了。那么进一步在家居士学习受持五戒啊，那么然后进一步学习受持在家菩萨戒。出家众沙弥受十戒，沙弥尼也相同十戒啊。比丘按照四分律250戒，比丘尼348戒啊。再往上经菩萨戒梵网经的十众48心戒啊，菩萨善戒经的8众48心戒啊，欲切菩萨戒的4众43心戒，弟子一样4众亲戒41啊。那么这些菩萨戒只是说一个大概，实际上菩萨戒的范围很广大，无量无边啊。那么随自己所受的戒法尽量要学习呀，把它持好。第一步先学戒，把戒法先学习通达，认为自己有这个力量可以受持这个戒，然后再去受戒。受了之后就讲究持戒了，就是学戒、受戒、持戒三个步骤。三皈五戒乃至菩萨戒都可以事先先学习的，出家戒当中沙弥戒也可以先学习的，只是比丘尼戒的这个具足戒比较困难。按照过去一向的习惯规定，认为是一定要受过戒之后啊才去学习啊，那么这就比较难一点。那么菩萨戒啊、三皈五戒等都可以事先先学习啊。所以在家菩萨、在家众、在家佛弟子应当先把这个三皈五戒啊、这个菩萨戒先学习好，然后再看看自己的能力以当时自己的工作、家庭环境多方面配合起来，觉得你能受持哪一条戒就要先学习受这一条戒，然后慢慢增进那么能够持五戒的满分戒，然后再进一步学习受菩萨戒啊。那么能够如法持戒就能保持做到不放逸。戒法虽然很多，总不出三趣境界，就是第一
设立一戒，就是总包含七种戒法，所有的调香通通在里面。设立一戒就是断一切恶。第二是善法戒，修一切善。菩萨戒里面有很多啊是属于十善法界，就是要做才不犯，不做就犯。例如菩萨他要去布施人，修这个菩萨道的工作，做了才算不犯，不做就违犯，那个叫做菩萨道上的十善法界。这两种都是注重在自己修行。第三的饶益忧心戒，也叫做摄众生戒，那就是要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菩萨道一切通通都可以包含在一个戒法里面。所以戒波罗蜜啊，佛道成佛了才算圆满，还没有到成佛呀，这个戒波罗蜜就是斯罗波罗蜜啊，不见得算是最圆满的。所以从初发心的凡夫菩萨一直到等觉菩萨都离不开戒波罗蜜。所以这个戒法只有佛才能制定戒法给弟子们收，就是菩萨他也只能解说，加以发明发挥解说，不能自戒，自戒的只有佛。佛制定下来的戒，我们尽自己的凡尽力量能够做到的范围，好好的去学习受持啊，那么这样才对啊。这就是第一，做到护持众戒，就能使身心不至于放逸。持戒的人当然就能做到不放逸。那么你看看戒法，就可以知道持戒的不放逸的这个功夫了。第二，远离愚迷愚痴，尽菩提心。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求智慧，求般若智慧。远离愚痴，远离愚痴就是跟普通一般凡夫不一样了。凡夫如果说是没有去修学佛法，不懂佛法，甚至严重到不懂得做人的方法，那是最愚痴不过的了。那真是身如行肉走尸啊，死如朽木同腐。那就是等于是跟其他的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孟子也说，人之欲以禽兽者几兮，相差没有多远啊，只是差人他有人性，讲究道德，受过教育。假如人不受教育，没有道德观念，那跟其他的动物还有什么两样呢？实际上动物里面有很多啊，它都有它一种的美德，往往是我们人还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要远离这个愚痴，就是要有智慧才能破除愚痴。愚痴就是前文所说的黑暗呢，有智慧就是光明呢，才能照破愚痴的黑暗。所以千年暗示一灯能破。净菩提心，这是跟二圣人不同的地方。离愚痴跟凡夫不同，净菩提心与二圣不同。佛法里面的声闻缘觉他也发心，不过他发的是厌离心，他的目标只求超出三界啊，自己断烦恼了生死，目的达到就好了。他把这三界看成最痛苦的地方，所以二圣人声闻缘觉他的观念看三界如牢狱啊，视生死如冤家。他看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内的这个三界六道轮回流转啊，好像监狱里面跟地狱一样，是最痛苦的地方。那么他看到这个轮回生死啊，好像冤家一样，
所以声闻缘觉他的目标要发起厌离心，厌离这个世间，赶快断烦恼，了生死，超出三界，证阿罗汉果，得到所作一半不受后有。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他的目标就达到了。嗯，所以他不讲究发菩提心的，他也不打算成佛的，那就叫做定性声闻。他已经固定下来了，行已经定了，没有办法再变动了，定性声闻。不过以法华经开权显实的道理讲，没有一个声闻人能够到此为止的，到了最后通通都要成佛的，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心。但是在见识最近的短暂时间呢，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只发厌离心的话，那就会形成这个定性声闻的那一种情况，那成戒声闻呢，时间就长了，什么时候才成佛不得而知了。那么菩萨道就要讲究净菩提心，就是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时时啊要使他往上升华，使他清净，就是说这个无上菩提之心啊，使他念念增长啊，天天有这个有正进啊，使这个菩提心一直往上推进，不至于退失啊，要注意到这一点才能够开发智慧。所以发菩提心啊，持戒求开智慧，这都是初学菩萨道的人所应当学习的，不只是十住菩萨而已了。三者心要直直，立住惨狂，直心是道场。行菩萨道具备前面的条件之后啊，其次就要讲究直心，直心不要弯弯曲曲啊。惭狂啊就是不直心，惭是谄媚啊，谄媚啊。那么对这个有权有势的人，有财有力的人，哦，90度的鞠躬啊，那么对他特别的阿媚奉承啊，那就惭啊。狂是骄狂，骄狂自己认为了不起，惭与狂啊两种都是小随烦恼的啊，十种小随烦恼的其中的两种。惭啊，愤恨闹恼浮狂，惭骄害急奸，这叫做十种小随烦恼啊。愤恨闹浮狂，狂就第五了，惭骄害己奸，那个惭就第六了。那么这就说明，假如一个人有谄媚之心，有骄狂之心，这个心就不止了。谄媚是阿媚奉承人，阿外奉承人啊。那么那都是表现出那个皮笑肉不笑的那种情况啊，叫人看到恶心。狂是目中无人呐，眼睛长在头顶上啊，好像世间上只有他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呐，没有比他更了不起的，其他的通通没有什么了，他看起来呀 低之又低呀，相差很远了那么因此目空一切，瞧不起人，这就是一种狂徒啊所以狂心也不直，惭心也不直，所以维摩经说直心是道场如果心不直，那就很容易发生弯弯曲曲的情况，所以不能有所谄媚，更是不能有所骄狂所以心要爱要直心实实在在的心口如一心里想的嘴里讲出来的要完全能够相应
不要口蜜腹剑啊，那都是很危险的情况。所以第三，要心要直直，离住惭狂。看起来很浅呐、啊，实际上这个小毛病啊，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的，啊，你不相信，自己可以回光返照，看看自己的心念，他的举心动念跟惭跟狂会不会有相应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心直不直了，还有一点，直心，就是只有一个趋向无上菩提的心，没有其他第二心，其他一切都不是他的期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无上菩提，直趋于菩提，其他一切通通都不是在他的心念里面的，所以他的心执爱于直指之心，趋向于无上菩提，那么当然就可以远离世间的惭狂之类了。第四，四则勤修善根，无有退转。具备前面三种条件之后啊，菩萨道要努力进修善法，勤就是努力啊，好好的进修善法，以善法为根本啊，种下善根，增长善法，才不至于在菩提道上有所退转。你看这一句话就可以知道，这完全是对我们初学凡夫讲的。为什么呢？十住菩萨老早就到了不退转的境界了。他不是有不退住吗？前面十住品里面不是讲过不退住吗？他老早最起码他是位不退啊。那么他何必再去讲究这个不退转呢？因为他已经坐在不退转的高位上。可以说这个真是为我们初学凡夫怕你呀、朝三暮四啊、一仆十寒，所以这个警告我们初学凡夫啊，要好好的努力进修善根，不要使这个无上菩提心啊有所退转，完全可以看作我们初学凡夫该做的工作。不勤修善根就容易退转啊，所以古的都提倡叫人呢，最起码要日行一善，日行一善，就是不懂得佛法的人，就是儒家夫子之事，他也劝人要行善啊，要最起码学习日行一善啊。那么我们修学佛法，修行善法是我们的本分事，所以要努力进修一切善法为根本，防止退转啊，所以无有退转。十住菩萨当然不会退转，但是我们初学凡夫刚刚发心的入水道心啊，就要很注意的去防范，否则很容易退转的。善包含世间善、出世间善，在世间法上，例如说普通一般的布施，或者是修桥补路，或者是救济穷人，这些在世间法上的善法也应当要随分随力去学习去做。出世间善法就是求超出三界，要求证无上菩提六度万恨乃至这个声闻缘觉所修的法照样要去学习，只是不停滞在二圣的境界里就是了。善法同样都要做到的。五者恒善思维自所发心，这就是首富的观念首富自己所发的道心的观念。恒常，恒就是常，恒常善加思维自己所发的道心就是说你为什么学佛呀？学佛为什么是为了吃饭才学佛吗？假如不学佛没有饭吃，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大家都有工作，都有饭吃。学佛为什么？最起码学习做人，
不学佛人也未必能够做好，所以学佛最低限度学习做人，人成佛即成，这是太虚大师讲的话啊。那么时时关照住自己所发的心，这个菩提心啊，并不是说发了一次就算了，要很常发，时时发啊，常常发起菩提心啊，不要忘失菩提心。所以华严经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啊，名为摩耶。如果菩萨道上行菩萨道的菩萨，他把菩提心忘掉了，不是失掉，而是忘掉，忘掉菩提心，纵然修种种的善根，那都成为摩耶啊，何况是失掉菩提心而不发菩提心，更是严重了。所以要时时关照，善加观察自己的菩提心是不是有忘掉啦，是不是有退转啦，要防止它的退转，努力照顾它，防护它，免至于退转，而且要它是向菩提道上努力向前推进。六者不要亲近在家出家一切凡夫，这一句话觉得很奇怪啊，怎么奇怪啊？现在我们在座除掉你是圣人视线再来，哪一位是圣人视线再来？我没有神通不得而知。假如不是圣人视线再来，不是菩萨视线再来，不是佛视线再来的，都是跟我一样，都是个凡夫。那么行菩萨道不要亲近在家出家一切凡夫，那连我们自己都要远离呀、啊、那怎么办啊？怎么办？难道十住菩萨他就要远离这一切凡夫吗？菩萨道要度众生，你远离凡夫度谁啊？离开凡夫还有谁好度啊？那些圣贤还要你度吗？所以这一句话可能在翻译方面呢、啊、是不是有一点不审周圆的地方不得而知。这个华严经啊只有两种译本呢、啊、这个明法品只有六十华严里面一样有明法品，四十华严只有入法界品，前面的是没有的。那么我查对六十华严的本子里面的明法品这一句啊相同的，他也是这样写，也是说不要亲近在家出家一切凡夫。那么这句话站在菩萨道上觉得很奇怪，看看古德的注解吗？注解怎么说的？清凉果师的书里面的解释太简单了，只有四个字，远离恶缘，远离恶缘。这一句这个第六种的用意啊，是要我们远离世间的造恶业的助缘。凡是会使你造恶业的助缘呢、啊、就得远离它。那么你要细细的去体会这一句话，由此可以知道这个远离一切在家出家的凡夫啊，不是远离其人，听好啊，不是远离这个人，不是远离这个在家出家的人，远离其事，是远离这个在家出家如果造恶缘的事，他会造恶缘的事项，您就该远离他，不是要远离这个人啊。这就是等于我们平常有一句话说不要同流合污啊，凡夫的大染缸里面你不要跳进去被他染到了啊，要做到百花丛里过，一叶不沾身，要做到这一点啊。这个所谓远离者，不远离而远离之，对人不远离，人是菩萨要度的，那么对于这个造恶的缘要远离啊。那么因此啊，我们再看古德的注解，慧愿法师的书里面呢，他解的比较详细一点，他对于这个在家出家两种凡夫他分开来讲，
他说对于在家凡夫啊，因为这个在家凡夫是指那个不求出离的凡夫啊，都做不善法的凡夫啊。慧远法师的书里面的解释，他说这个在家凡夫不是指普通一般人啊，在家凡夫不是指的那个普通一般凡夫的人，是指的那个在家人而不求出离的。不求出离就是不懂佛法，或者是懂得佛法也不求解脱啊，他只是在或者是把佛法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啊，他并不是要修行，他的用意不是要求断烦恼求修行，这种灵这种人他不求出离的啊，那么而且严重到他多造不善行，往往做了很多不善的恶犯，那么简单说就是在家中不懂佛法或者懂而不行，尽在造恶业的这些人，只能想办法度他的人要远离他所做的事，不要跟他同流合污啊。虽然要和光同尘啊，但是不能同流合污，要做到这一点。出家为什么也是跟凡夫一样，我们也得远离他呢？这是指有一类啊，他虽然是出家，是身出家心不出家的，外表看起来俨然身相啊，就是像个出家人，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啊，都是以世间有漏法上尽在随顺世间造恶业的这一类出家人啊。那么这是慧远法师的书里面的解释，他说这个出家凡夫就是指虽出家而同流合污，随顺世间尽造恶业，不懂得出家为什么的这一类的光头俗汉啊。头是剃光了，可是他的所作所为跟俗人一样没有两样，那么这个跟前面的在家凡夫啊，只是形象不同而已，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同。那么这一类的出家人啊，在人你有能力度他，应当要感化他，是不能跟他同流合污，不能跟他一样啊。所以叫做不要亲近在家出家一切凡夫，不喜欢亲近，不要不喜欢。不喜欢亲近这一类的尽造恶业的在家出家的凡夫，这一句话说得很简单，最好啊参考《法华经》的安乐行品，四安乐行的第一啊，四安乐行的第一讲到那个所谓亲近啊，应当亲近哪一类人，那个不可以亲近的那一段话，差不多有一页多。那一段话里面也说到在家出家甚至沙弥小儿不该亲近的那一段把那一段法华经安乐行品的这个这个身心进行的不该亲近的哪一段话，把它搬来在这里做注解就可以了，就可以明白它的道理否则会觉得很奇怪，菩萨要度人为什么远离这些凡夫，远离凡夫哪里还有人好度啊凡夫就是应当要度的，就该度的这个对象圣人何必你度呢要度的就是度凡夫，为什么要远离他，应当要知道远离的是他的四相，他那些造恶业的缘四相不是远离其人，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这样子两种注解对起来看啊，清凉果师书里面一句话远离恶缘呢，可以说就是把这个慧远法师的这两段话把它浓缩起来，浓缩起来就是四个字可是你不看慧远法师这一段注解远离恶缘怎么样子解释也不甚了解所以太虚大师说慧远法师的这个新华严经的著作呀也不是说都不行啊
有很多地方都很可以做参考的。举例这一段，假如你只看清凉果实的远离恶缘这一句话，能够好好的用心去体会，当然可以了解。假如你不用心体会的话，再参考慧远法师这一段注解，不就更明白了吗？啊，所以有些地方彼此都可以互相促成的，啊，都有帮助的，啊，当然，纵然会注解，他也不是圣人，他也还纵然是贤者，但是他还没有成佛呀，不见得说的就是最圆满，但是可以给我们初学的人做参考的地方，那是必定很多的，所以都是有值得参考的。我时时啊，总是喜欢提出这个慧远法师的长处来，因为大书里面呢，正是排斥他的这个短处啊，很少提到他的长处，觉得有一点不大公平呢、啊，我就把它评起来了啊。那么就把这段讲休息再一段时间再讲下文啊，下文。